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打雷死他！你完蛋了！哎、欸，我怎么问雷 ？Hello， 喂，完蛋了，出大事了！走开 ！From the terrors of the night。好，大家好，我是丁诺，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如果你对开放世界及生存游戏感兴趣呢，那就不要介意按下你的订阅加按赞，并且开启小铃铛。那么这是带支线任务的，它叫什么忘记了，就是它要我们来废弃停车场，没有错。那废弃停车场很暗哦，我调亮了2倍还是超暗的。那大家一定都会有问题嘛，就是一直迷路，对。因为这里真的有点像迷宫，会有点头痛。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好了，我们等到雷死这个王八蛋，你完蛋了！哎、啊欸，我怎么不能雷？完蛋要死了，完了 ！Oh my god! Oh my god! 完了！哦、oh, ，完了！可恶，走开！哦、oh, ，天哪、啊！没瞧到这个尼斯拿到砍刀，有一点用。走开！哦，不要来乱！哦，天啊！快吞吐血 ！Oh my god！ 好了，你不要再叫了哦！天、啊，拜拜！哦哦哦啊啊！天啊！好，我们先搜刮一下这附近的战利品吧。OK。那我面测是入口，其实下一个地方你们只要往直走到底就可以了。对，你们看，直走到底，这里就有一个入口。那进来之后，你又会发现走到上来，走到上面是死的。那这里刚好有一个被炸掉的洞，没有错。那这里呢，这里就可以开了。哎、欸，拜拜。好、哦，没有问题。那我们去这里。那这里呢，出来了就是我们要往右走。我只是想看这里有没有东西而已。如果你只是要破人物，就往右走就好。对，你们看到这里有这个软垫，那就没错了。啊、那这个不要乱。好，其实是我在乱啊。那接下来跟着任务指示走就没问题了，因为它已经有黄色标点。如果有黄色标点，你们还会走错，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那走到底就可以看到这个绿色车厢，对，应该是车厢吧，随便了。那它外面有这一个，这个要拿，这是在外面的。那这里有武器，那一个是可以直接用钥匙开的，我们的 GRE 钥匙。那进来就可以先拿这个过滤器，任务要的东西都拿起来。OK， 那我们来，好像都没东西了。那来解这个箱子 ，OK。那这里应该会有一个装备，对，有一个装备。那这另一个房间的、啊，随便了、啊，要用爬的，要爬上去，因为它是锁住的。可能这明明就那个明明就踢得开，很疑惑。然后这里拿起来，我这明明就踢得开。那里面也有一个宝箱，记得要开一下。那这次任务要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开，不开就不接不了。那拿完东西后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忘记拿起来。那这样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回家。对，
OK， 那我是沿着原路回去哦，因为好像没有捷径。那出来你们就会看见这些人，那这些人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原来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是盗贼，对，就是本来就不是三大势力之一的人。哦，原来。那是他打的。How do you know? Because I broke it. Why'd you attack him? Huber was planning to take the goods for himself. 可是没有必要把他腿打断吧？天哪！ But so, give them to us. Three against one. 给你们。I like those odds. 给你们，给你们宝物。哎，这我辛苦拿来的。你要我直接给你？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五个人。哦。I counted.好，五具尸体。OK， 那开打吧。欸，他怎么跑走？喂，好啊，都这样了，都跟鼠拉一样跑掉。那我们用这个刀好了。遭遇失败怎么了？所以我要去追他，啊，随便啊。OK， 哦。这个有点厉害，可恶！哎呦，他这个推很烦，真的，而且推得很快哦。啊，不要乱了！哦，对啊，这推真的很烦，而且还会有一点伤害。那个真的是防不了，太快了。你们就这样打就好了，不要硬 K 啊！跟人打架不能硬 K 的。因为你不是关张，不能靠蛮力。不过他的锤还好，他跟暴徒。哦，刚刚说他跟暴徒，那攻击距离差太多了。哟，我发现我这个武器，这是可以直接破防的。嘣，再嘣，对啊，没有问题。好，不要乱！我看着都痛了。OK， 那我想这一期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喽。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订阅加按赞。这个任务啊，全面突击。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那么大家拜拜。